Zhaojun 呢，在2000年前他做的事情，既是一个和平的使者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。因为我们觉得，在中美之间呢，特别需要促进文化的理解，因为文化理解，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和心与心的交流，它是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在全领域各个领域的合作，那么最后也是会促进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。这一次把它搬到舞台上，我其实从我个人一个女性的一个角度来去阐述这位女性，比如说我自己离开自己的家乡啊，到了北京，到了上海，去了我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些学业也好，我的工作也好，其实跟昭君是一样的，同样我们都是在出赛。那么在这样艰苦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坚守自己，最后能够成大业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做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